宜兰市有一家包子专卖店，葱肉包葱香浓郁饱满多汁，高丽菜包爽脆又鲜甜。桃园内坜的创意水饺店，色彩缤纷的彩虹水饺用的是新鲜果汁染制而成，麻辣臭豆腐水饺令人一吃就上瘾。宜兰罗东老字号猪脚店用家传老卤卤猪脚，卤到了入口即化，还有肥嫩又 Q 弹的推口，风味十足。请锁定本周日晚间8点《非凡大探索》哦。